我是 TYC 馆长，跟大家分享连续几周销售冠军青之卡比探索发现。这是一款任天堂卡比这个角色上面的系列首次 3D 动作游戏，可爱有趣，玩第一关的时候就会让你印象深刻，想要一直玩下去。这次馆长拿到的版本呢，里面大概是长这样子。卡比呢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东西吃进肚子里面而且变成那个东西的角色，那这一次呢多了一个把车子吃进去变成车子的角色，非常的有趣。初回的话有一些限定特点，就一一跟大家快速做介绍。第一个是我们这个非常特别，叫做早期购入特点限量背包套。第二个是我们这个青之卡比的筷子，儿童专用的。第三个是青之卡比的吊饰钥匙圈。最后一个是青之卡比的泡泡贴纸。以上就是青之卡比的开箱。喜欢粉红色可爱角色的玩家们可以玩这款游戏体验看看，不同于马里奥跟萨尔达传说的动作游戏。喜欢馆长的影片，也请大家帮忙点击按赞、订阅、留言并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